歌曲是《伤心白世代》。马上请老师来做讲评，雅文老师，依琳哦，老师好。你的歌声唱这首歌是适合的啊，但是为什么你要唱到遐歹？哦，太冲了，对不对？嘿呀、啊，这首歌曲哦，伊既然是伤心的第四代，你那么的用力，一开始就那么的用力，那个展现出来的不是这首歌的词意。哎，单点有来营修营的榜啊，所以不需要这样子。哎，所以这首歌是差这么一点点而已哦，所以两位其实都唱得很棒啊、哦。好，马上请吴浩哲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惠美，其实我觉得你，我今天非常非常欣赏你在这舞台上的态度，因为我觉得你把这个舞台当成是你的战场，输赢其实就不是很在意，但是我觉得你是在跟你自己拼的、啊，所以我非常喜欢你在舞台上的态度，你是用你的所有的生命。在拼这首歌，所以你没有用很多的技巧，也许你没有很多的技巧，但是我觉得你的技巧都在你的歌声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个态度是我非常非常敬佩的啊！因为就像你拼到你的高音，你也不管唱的稍微唱不上去，你就是用尽全力再去唱。其实这样子的歌唱的态度，在这舞台上是非常非常棒的。我也希望所有的参加比赛的站在舞台上的所有人都是用这样的态度去比赛，我就是会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今天谢谢老师，很敬佩你在舞台上这个态度是我很喜欢的。好，我们请子宏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惠美今天第一次来，稍微紧张了一点点，太紧张了，还好还好，但是听起来我觉得我蛮感动的，就是你很直接很真诚哦，就是感觉出来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然后你就很真诚的态度唱这首歌。那技巧各方面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啊，就是